根本不能取消我的妙招，因为跟目前的是我们一个海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，它是将我们所有的学生在学校的一些理论实务，能够相互结合，分别有，希望国威，其为侨胞和政府方面的部门，所以这部分是我们既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。那在事前的话，我们也依据同样流行以及指挥中心的指导。 做过详细的评估与必要的调整，就是外交部有坚持说要往有一定要去。没有这个事情。那汉光都可以讲，为什么不行？当初我们是依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导，我们当初在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做评估，也预定了。我们去的地方，只要是国家有一个确诊，这个国家我们都不停泊。但然后另外我们在随舰上面的执行任务的官兵只要有。 疑似流行的话，我们就会终止任务。所以说，现在国六现在已经造成确诊，可是对国六那边确实是零确诊，会不会担心说国六那边反咬台湾一口？这个事情的话，其实我要特别说明啊。其实现在，我们大家也看到其他的一些，就是说，资料，其实我们也在协助国六在做一些所谓是否确诊的一些筛检。 但是呢，在昨天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特别声明了，我们这个不能说是境外或境内，所以把它归责为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中央部确诊的一个感染的案例，而且据说有上报，但是国防部有隐匿的可能吗？可以保证国防部局没有隐匿？现在我们初步的调查就是说，所谓的隐匿，这个大家是很难做清楚的判断，因为所谓的医师啊，他是在专业判断，但这些事情。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，他们也成立了调查编组，光复也成立一个专责编组，会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后续的调查工作。好，谢谢。